秦俑情呢是一个大型的歌舞剧，而且他们的服装和灯光还有这些视听的效果都非常的精良。我们通过杂技跟舞蹈的融合来展现秦军的一个英勇和顽强。我愿意为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去付出，当我每次表演结束的时候，我听到下面的观众热烈的掌声时，我在台下吃的苦，台上流的汗，这一切都值了。来给大家形容一个人，谁呀？秦王嬴政。说这个人一生是征战六国，平定沙场，北讨匈奴，南破南疆。他的一生可用八个字概括：我的我的都是我的。我作为这一期的这个《华商春晚》的这个推荐官，推荐的是国家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一个是山西，来自河南的，一个是打铁花，一个是烽火流星。我们这个组合叫火焰演绎。我觉得这个是已经面临着要失传的这两个特别精彩、特别精彩的一个表演节目。就是跟你们学习打铁花的和烽火流星的孩子们多吗？想学的，对。也有，但是呢，年轻人少，年轻人很少。一个是怕烫伤，第二个吃不了这么苦。他只有在每年过去，或者甚至上百年前，他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去展现，因为他有很高的难度，还是极具危险性。但是我希望他能在春晚的舞台上能够展现，希望他们能够加油，加油。